我现在给你拍这个，嗯，你到网上就可以看见了。我不会看，哦，你从网站上啊，网站上可以看的。你的网站？不，你打杨金生，我把那个哦，就在你那里边。嗯，好嘞。我把那个搞进去。行，反正你打杨金生。我加州，我回家以后让我的。我把我这个题目写上杨金生三个字。啊，他就会出，你打杨先生的时候，他就会出现的。哦。你的字画多少钱一平尺？你打这个网上，你知道3000。哎呀，挺厉害！你网上中国承认我的。哦。中国啊。中国什么王叫？中国承认我的。承建王。承认我的拍卖公司。啊、哦。3000一平尺。3000。你知道？他给我定，给我定价的。哦。但是最后拍出的价。是另外，起码是3000块。啊，还有拍出以后，还有高的时候。你说对不对？绝对有高的时候。要不就拍不出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对不对？对，肯定高，一拍就高。啊，就是3000起步，4000多少的，就是。